香港电台新闻报道。早上八点，而家黄思娴报嘅新闻：葵涌八号货柜码头回旋处发生车祸，涉及一架跑车，两个人死亡。出事嘅车辆晾咗喺回旋处嘅石驳，杂物同埋一啲汽车零件散落一地，车门飞脱，部分车身有烧焦嘅痕迹。两名死者嘅遗体喺回旋处嘅花槽，警方用帐篷冚住。警方喺凌晨四点几接报，消防到场将火救熄，救出车内嘅两个人之后，证实已经死亡。现场消息话，两名死者系飞机师，警方正调查意外原因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一起做运动，展开新一天。运动人生，主持刘淑欣教练、洪少贤。欢迎大家收听星期四早上的运动人生。在节目开始之前，先提一提大家，由现在至到十点钟，我们数码三十五台是会同第五台分途广播的，大家记得留意一下。来到星期四，又是我们大家一起学太极的时候，所以直播室除了有洪少贤 Lester 在之外，还有中华太极社的秘书长兼教练刘淑欣教练在这里。刘教练早晨。早晨 Lester， 大家好。是刘教练，我就知道其实太极拳，除了有太极拳之外，还有我听过有太极扇、太极剑、等等的。那不如刘教练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其他这些太极兵器？好啊好啊好啊。其实除了拳之外呢，都有很多种兵器的。有剑啦，剑呢其实我们分单剑和双剑。刀呢也都有单刀和双刀。咁線呢都有單線同雙線㗎喎、係啊。咁除咗頭先講嗰幾樣嘢之外呢，我哋仲有槍同埋棍。哇，仲有喎、仲有呢個春秋大刀，即係關公嗰把、春秋大刀，係啦，同埋仲有太極鞭。咁我就知道呢有另一種兵器叫做九節鞭啦，咁就係呢一條條嘅鋼條啦，就扣埋一齊成為一條鞭咁樣㗎。咁其實太極鞭係咪同佢差唔多嘅呢？太極鞭嘅原理係一樣，不過呢個質地就唔同嘅，咁太極鞭咧就軟身嘅，全條鞭都係軟身嘅，係啦係啦係啦。阿劉教練講咗咁多種啦，我最常聽嘅咧就係太極扇同埋太極劍咯。係啦係啦，太極劍同埋太極扇比較多啲用啦。點解咧？因為我諗大家可以想象到容易攜帶啊嘛，係咪拎出街即係冇咁大件啊，又容易攜帶，咁同埋比較容易上手學啲咯。我喺太極扇，我諗到多一個原因，因為靚。是啊，太极扇的确好靓噶，同埋把声仲好好听添。发出嚟喎，系嘛？咁讲到太极扇嘅声音咧，咁我知道刘教练咧今日就带咗一样道具上嚟，就系太极扇啦。咁不如刘教练示范一下呢个太极扇嘅声音系点？好啊，太极扇嘅声音好响亮噶。不如嚟多次咧。好啊，再嚟多次。啊，咁大家听众咧就可以感受一下呢个玩太极扇嘅时候咧嗰种声音啦。咁会唔会太极扇系最易学咧？如果咁讲？其實拳學咗之後咧，所有嗰啲兵器咧，都會比較容易上手嘅、拳係最重要，即係最基礎都係由太極拳學起。冇錯啦，拳就係一招一式啊，個動作學起咗之後咧，你再加一個兵器喺手，然之後兵器就會變得更容易上手咯。明白，劉教練，我又想問一下咧，呢啲太極扇啊、太極劍啊呢啲咁嘅兵器咧，佢哋自己有冇一啲套路噶？有噶，譬如陳式嘅太極劍咧，佢就係有一個傳統嘅套路，係四十九招嘅。係。咁而陳式嘅太極扇咧，我哋師傅馮君利師傅咧就編排咗一個新嘅套路，仲有28招嘅。係，咁呢個套路咧係咪都可以咧參加啲國際性嘅比賽㗎？係啊，冇錯啊，都可以參加國際性嘅比賽㗎。係，咁啊，即係就算 even 各位聽眾咧唔係話去參加比賽都好啦，即係玩下呢啲太極劍啊、太極扇啊，養身咧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嚟嘅。嗯，係啊，越玩就越開心，越玩就越好玩。嗯。咁既然咁好玩呢，我哋就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先跟劉教練學做熱身，轉頭我哋會學新嘅太極招式嘅。你而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數碼三十五台。好，今日我哋呢介紹呢個呢就係叫空腰摺疊。
的拉筋运动来的。它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可以增加肺部的活动量，还有对肩和腰有一定的帮助的。现在我们开始了，双腿站立与肩同宽，身体自然企直，双手自然下垂，双肩向后旋转，胸部就向前的，咁形成对拉，系啦，咁然后放松呼气，这个动作就完成噶啦。好，而家我哋一起做10次，好冇？第一次，双肩向后旋，与胸部对拉，放松。第二次，向后旋，与胸部对拉，放松。第三次，双肩向后旋，与胸部对拉，放松。第四次，好，向后旋，对拉，放松。第五次，向后旋，对拉，放松。第六次，向后旋，对拉，放松。第七次，双肩向后旋，与胸部对拉，放松。第八次，双肩向后旋，对拉，放松。第九次，向后旋，对拉，放松。第十次，向后旋，对拉，放松。是不是松了很多呢？个膊头。好，咁我哋而家咧可以做一个相反嘅方向，咁咧就系今次双肩向前旋转，背部咧就向后啦，系啦，咁然之后形成对拉，咁我哋放松咯，呼气，动作完成咯，咁我哋而家一齐做10次啦。第一次，双肩向前旋，同背部对拉，放松。第二次，向前旋，同背部对拉，放松。第三次，向前旋，同背部对拉，放松。第四次，向前旋，同背部对拉，放松。第五次，双肩向前旋，同背部对拉，放松。第六次，我们向前旋，对拉，放松。第七次，向前旋，对拉，放松。第八次，向前旋，对拉，放松。第九次，双肩向前旋，同背部对拉，放松。第十次，向前旋，对拉，放松。好啦，咁呢讲一讲个要点喎，身体呢记住要自然放松，唔好过紧，即係唔好顶住做嗰陣时候，总之完全係放松对拉，感觉个对拉力，跟住就再放松，咁就搞掂啦。好，今日我哋同大家介绍嘅呢就係弯腰拉筋嘅动作啦。咁呢个动作呢其实呢对我哋有咩好处呢，就係帮我哋拉松啲筋骨啦，同埋背部个腰部啊，舒缓疲劳，有效嘅。咁好啦，咁我哋呢个动作而家预备开始喇喎。双腿站立与肩同宽，我哋个双掌交叉放喺腹前，十指紧扣。而家我哋反掌，双手举至头嘅上方，而我哋掌心咧就朝天，双掌咧就向天推。我哋向天一共推五次，而家我哋一齐做啊！第一次向上推，第二次向上推，第三次向上推，第四次向上推，同埋第五次向上推。好啦。现在我们慢慢弯腰，带动双手向前倾，双掌就向地下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向地下的方向推五次，第一次向下推，第二次向下推，
第三次向下推，第四次向下推，第五次向下推。好啦，而家我哋慢慢卷起个身体，目视前方。咁提一提咯，头先咧我哋个双掌向天推嗰阵时候咧，我哋咧就会感觉上下身咧有个对拉力嘅，而我哋向下推嗰阵时候咧，亦都会感觉到有一个拉扯个动作嘅，咁亦都系帮我哋去松下我哋嗰、那个肩背啊，同埋嗰个筋骨啊咁样样嘅。好，不如我哋而家重复一次头先个动作啊，好冇？而家我哋反掌，双手举至头上方，掌心朝天，双掌向天推。而家向天推，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。好啦，我哋慢慢弯腰，带动双臂向前倾，我哋嘅双手慢慢向地嗰个方向，而家向地下推五次，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。好，我哋慢慢卷起身体，目视前方。咁我哋啱啱做完咗呢个动作。好，以下落嚟我哋会做一个车轮手嘅动作。咁呢个动作咧，特别系对五十肩同埋有肩周炎系有特别嘅舒缓嘅帮助嘅。咁好啦，我哋双腿站立，与肩同宽，双掌交叉放喺腹前，反掌，双手举起到额头上方，分手，双臂向下划弧。或者弧形转运转，双手返回原位。咁而家呢，我哋就做完第一次呢个动作啦。咁我哋而家一起嚟做五次呢个动作啦。第一次，我哋举手到额头上方，分手，双臂向下划弧，返回原位。第二次，举手到额头上方，分手，双臂向下划弧。而家做第三次，举起双手到额头上方，分手，双臂向下划弧。而家做第四次，举起双手到额头上方，分手，双臂向下划弧。第五次，举起双手到额头上方，分手，双臂向下划弧。咁我哋做完五次动作啦。OK， 喺呢个动作做嘅时候咧，我哋要注意咧个幅度越大越好，同埋咧个速度咧，你可以由慢朝快，因人而异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咧可以尝试做呢个相反方向啦，呢个动作。咁又系啦，预备式啦，双掌放喺腹前。反掌，掌心向地，分手，双臂向上弧形运转，去到头顶，双手拉翻落嚟，放喺腹前。这个相反动作我们就做完第一次了。OK， 那我们现在一起做五次这个动作，双掌放在腹前，反掌，掌心向地，分手，双臂向上弧形运转，到头顶，将双手拉翻落嚟，放喺腹前。第二次，双掌放喺腹前，反掌，掌心向地，分手，双臂向上弧形划上去，去到头顶，将双手拉翻落嚟，放喺腹前。而家我哋做第三次，双手放喺腹前，反掌，掌心向地，分手，双臂向上弧形运转，去到头顶，拉翻双手落嚟，放喺腹前。我哋而家做第四次，双掌放喺腹前，反掌，
分手双臂向上弧形滑上去，去到头顶，将双手拉翻落嚟，放喺腹前。而家做第五次啦，双手放喺腹前，掌心向地，分手双臂向上弧形拉上去，去到额头顶，拉翻只手落嚟。而家去到腹前，咁我哋就做完第五次啦。运动人生，主持刘淑欣教练，洪少贤。上个星期咧，刘教练就教到我哋咧系陈式太极拳嘅第四式，就系呢个六风四弊啦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应该就由第五式开始学起咯。系啊 ，Lester，今个礼拜咧，我哋就会教两式，就系、是、第五式嘅左单边同埋第六式嘅搬栏锤。嗯，咁好，咁我哋就由第五式开始啊。好好好，咁我哋回味一下第四式嗰个动作系点样先。最尾个位置就系咧，呢个系一个左虚步。然之后双按掌，双手按下嘅，咁咧个手咧就收喺嗰个右胯旁嘅 ，OK， 咁呢个就系我哋第四式嗰个最后尾嘅动作啦。好啦，第五式左单边，而家身体微右转，左手以拇指拧劲内旋，向右前方微推出，再翻掌。掌心向上，右手呢就以小指拧劲外旋翻掌，经左掌下屈踭收于左前臂内侧，掌心向上。我哋而家目视右前方，重心仍然喺右边嘅。好，跟住我哋上身左转。右手以拇指拧劲内旋成勾，经左掌心向右前方出勾，手腕上提，个腕嘅位置咧就系、是、稍低于肩，而勾尖咧就系、是、向下嘅。我哋个臂系微屈嘅，左手屈踭，掌心斜向上，收喺腹前。我哋而家目视右手，重心仍然喺右边。咁而家一提咯，个勾嗰度系点样做法嘅咧？个勾咧就系拇指同埋食指同埋中指并拢，虎口成圆形咧，屈腕放松，其他嘅手指咧就自然屈曲就得啦。OK， 咁一提咯，头先我哋个转身。侧勾上提嗰阵时咧，我哋系同时发生噶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又要注意我哋嘅协调性啦。好，而家我哋嘅重心全部移去右腿，屈膝下蹲，我哋嘅左脚提起，以脚跟内侧贴地向左前方铲出。我哋而家目视左前方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左脚尖落地踏实。左腿屈膝，重心左移，跟住咧，我哋嘅右腿咧屈膝，重心右移，左掌咧由腹前稍向右上托到去右肩前时咧，我哋就内旋，掌心向外翻，跟住咧重心再左移成左偏马步，左掌咧向左横拉。经胸前或弧去左侧方45度，而我哋嘅左腕咧就低于我哋嘅肩，掌指斜向上成立掌，而掌心咧就系、是、斜向前嘅。我哋目视左手，重心咧就喺左边，成呢个37马步，七分力喺左边。好啦，提一提咯，头先我哋左掌横拉。跟个右手执勾嘅时候咧，我哋咧两只手咧系成对拉嘅。
好啦，咁我哋谨记咧，我哋系屈膝松胯啦，同埋个身咧要中正，同埋气沉丹田。好，咁我哋而家咧就完成咗第五式嘅左单边啦。好，咁我哋咧就学识咗第五式嘅左单边咯，咁事不宜迟啦，咁就继续学埋第六式咯。好，第六式咧就系搬难锤。咁我哋而家上身微左转，右勾变掌，外旋转腕。我哋嘅左手内旋，随身体向左微摆。跟住咧，我哋个重心右移，上身右移，随住转体咧，两掌变拳，同时向下。向右外旋滑弧，嗱，咁即系头先讲咧，就即系好似一个 S 横放咗喺度，我哋由左滑弧向右咁啦，摆至我哋嘅右胯旁，拳心斜相对，拳眼斜向后，目视两拳之间，我哋而家重心喺右边，好，而家我哋重心微左移。两腿屈膝半樽，同时呢我哋上身急速左转，随之左拳外旋翻转，右拳内旋，两拳呢就经胸前向左，以拳眼为力点横击斗法，左拳拳心向上，在左前方45度，右拳的拳心呢就向下在腹前，我们目视左拳，现在重心在左边。好，我们现在身体重心微左移，上身左转，同时呢我们两拳向前，向左向下滑弧，左拳呢内旋，右拳外旋，现在两拳翻转，摆至左胯旁，令到左拳拳心向下，右拳拳心向上，我哋拳眼向右，而家目视两拳之间，我哋嘅重心仍然喺左边，而家身体重心右移成右偏马步，同时呢我哋上身急速右转，带动两拳横臂经胸前向右，而拳眼为力点激发抖出，左拳的拳心呢向下放在腹前，右拳的拳心向上在右前方45度，我们目视右拳，现在重心在右边。好啦，提一提咯，我哋个重心移动同转身，同埋两臂横击发力嗰阵时候咧，我哋要同时一齐做两个动作，咁同埋要注意协调性啦。咁同埋咧，我哋左右出拳嗰阵时候，横抖嗰阵时候咧，记住个动作要连贯，要紧凑。同埋咧，我哋转身两拳横击斗法嘅时候咧，我哋嘅重心咧就切忌上升，即系唔好提起上身，唔好升起嚟。咁同埋咧，我哋记住咧，两腿要屈膝沉胯，同埋重心咧系要平移过去嘅。咁我哋而家啱啱做完咗第六式嘅搬栏锤啦。好，唔该晒刘教练咧，教咗我哋第五式嘅左单边同埋第六式搬难锤噶。咁又系时候咧，俾大家休息一阵先。我哋转头翻嚟再继续运动人生。表演嘅声音将时间带到嚟早上8:36，现时嘅温度系摄氏15度，相对湿度系94%，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二级，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噶。咁今朝 Lester 出门口嘅时候咧都有雨啊，喺度都建议大家拎定把遮先出街，咁就会稳阵啲啦。齐齐做运动，感受大自然。香港电台数码35台，更全新，更全新。
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一起做运动，展开新一天。运动人生，主持刘淑欣教练、洪少贤。好，咁返返嚟第二部分嘅运动人生啊。咁呢今日呢刘教练就教咗我哋两式嘅陈式太极拳啦，包括就係第五式嘅左单边同埋第六式嘅搬难锤啊。咁刘教练，我想问下啦，今日喺教呢个第五式左单边嘅时候呢，教多咗我哋一个新嘅手型喎，係咪？头先有一个好似勾嘅动作。係呀，呢个就係勾手啦。勾手嚟嘅。咦，刘教练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多次点做啊 ？OK。嗱，個勾手係點樣嘅呢？首先，拇指、食指同埋中指合埋啦，並攏啦。咁咧，然之後咧，我哋咪形成咗個虎口嘅一個圓形，係啦，係啦。咁然之後跟住咧，我哋屈起個碗放鬆，即係提碗放鬆啦。明白。咁然之後咧，其他嘅手指咧自然屈曲，係，即係第四同埋第五隻手指尾指咧自然屈曲。咁就係啦，明白，即係個手踭就提高，咁手指就向地，手腕提高，咁手指向地，係啦，手踭就下沉嘅，係，知道，咁呢個就係勾手啦，係啦，咁佢呢個有冇咩特別用途㗎？這個有勾手很有用的，它的手指三指合埋的時候，其實好像雀仔的嘴嘟嘟嘟嘟，其實可以嘟人，可以攻擊的、okay? 即是用手指尖，是啦，嘟人，是啦、okay? 那可以攻擊啦。同一時間呢，其實呢亦都可以做一個擒拿手嘅。咁點呢？就係、是、譬如人哋攻擊你，你一手捉住佢嘅時候，咁你一旋腕，跟住拉佢埋嚟，即係你包成為一個圓圈嘅時候，嗰一下就已經捉住人啦。係啦，捉住人，然之後再拉埋嚟，呢、這個就係一個擒拿手嘅。咁其實呢個勾手可以變成一個擒拿手去到呢個攻擊嘅。咁你捉得人呢，其實都有機會俾人捉㗎嘛，係咪？係啊，係啊。咁如果你俾人捉住嘅時候呢，其實你反返轉個方向，個手腕向另外一邊轉，其實你可以脫勾嘅。哦，明白。哇，咁呢個勾手都真係幾好用喎。幾好用㗎。得閒試試。哦。跟住落嚟呢，其實呢左單邊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呢，咪就係一個反掌，然之後右掌收喺個左掌嘅踭下面嘅。咁其實呢，而家呢好多時呢熟練咗之後呢，人呢就會演變咗呢個動作，唔做反掌，就變咗一個抱球，圓活啲嘅抱球嘅動作啦。抱球呢個動作就應該係高難度啲，係不斷咁翻滾兩隻手。係啦係啦，翻滾兩次咁樣。係，咁所以就我哋都係先學咗基本先啦。咁所以今日呢，劉教練教嗰個呢就係、是、做咗翻掌嘅動作先。係啦係啦，我哋熟練咗，然之後先遲啲先再教呢個抱球啦。冇錯冇錯。我哋去到第六式呢個搬難錘啦，我仲聽個名字，咦，都幾得意喎。佢係點解，有冇識㗎？係啊，搬難錘呢，搬就係好似搬嘢咁啦，由左邊搬去右邊。咁記唔記得頭先我咪話個重心由左移去右，同右移去左嘅平移嘅。咁其實就係呢個搬啦，攔咧向前攔，然之後攔咗嘅意思。係啦，攔咗嘅意思，然之後一錘打埋去。咁其實咧，如果喺動作上邊咧，譬如我做右搬攔錘嘅時候咧，咁個左拳同右拳，左手同右手咧都有動作嘅，係點咧？譬如有人一隻手打埋嚟嘅時候，我可能左邊隻手咧一拿拿住佢，咁咧就捉佢，係啦，捉佢，係啦，捉佢埋嚟，係啦，捉佢埋嚟，咁啊捉佢埋嚟，然之後咧右手咧就一錘打埋去，橫打過去，係啦，咁呢個係右搬攔錘。咁所以搬攔錘即係已經係攔就係一個防禦嘅動作啦。锤仔一个攻击动作啦，咁所以其实呢个动作已经包含晒，防守同埋攻击啦。冇错啦，冇错啦。咁所以我头先听刘教练教呢个动作咧，好多我自己感觉啦，都几激烈下，即系好多啲横斗嘅动作要做。嗯，系咪就系因为呢个系即系横打出嚟嗰个激攻击嘅动作啦？冇错啦，系啦。其实喺陈式太极拳嘅时候，你慢打嗰阵时候系一个养身啦，快打咧其实已经系一个技击嚟噶啦。咁但系如果例如我哋喺屋企练嘅时候啦，因为之前刘教练都教过我哋，太极嘅法劲咧就系攻击嗰下先至系用嗰个力噶。咁其实我哋系咪都系做呢个搬难锤呢个动作嘅时候都系啦，横打出嘅时候其实可以好轻松，咁只不过咧就系一个到位啦嘅时候咧，嗰个拳先至出。
劲。冇错，哇，真系合得法啊！我学到嘢嘅，所以真系吓、啊，听众记住都要跟我哋一齐做啊！冇错。好，唔该晒刘教练咧，今日教咗我哋第五式同第六式左单边同埋搬难锤嘅动作嘅。好，好，咁不如我哋先休息一阵，听一听张咏贤 Winnie 嘅健康小贴士啊！每日做运动可以令我哋身心健康，做运动嘅同时，等我哋又了解一下做运动嘅好处。健康小贴士，张咏贤。是啊，特别是而家咧，好多时我哋一到夏天就会咧成日叹冷气啊，出汗嘅机会咧都少咗，咁所以大家记得要做翻适量嘅运动啦。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收听运动人生，跟住我哋一起做运动啦。运动人生，主持刘淑欣教练、洪少贤。小貼士都收聽完啦，又係時候咧跟劉教練温習翻今日所學嘅兩個太極招式咯。劉教練，不如我哋先温習第五式嘅左單邊啦。好好好，咁我哋回味一下第四式嗰個動作係點樣先。最尾個位置就係咧，呢個係一個左虛部，然之後雙按掌，雙手按下嘅。咁咧個手咧就收喺嗰個右胯旁嘅。OK， 咁呢個就係我哋第四式嗰個最後尾嘅動作啦。好啦，第五式左单边，而家身体微右转，左手以拇指拧劲内旋，向右前方微推出，再翻掌，掌心向上，右手呢就以小指拧劲外旋翻掌，经左掌下屈踭收于左前臂内侧，掌心向上。我哋而家目视右前方，重心仍然喺右边嘅。好，跟住我哋上身左转，右手以拇指拧劲内旋成勾，经左掌心向右前方出勾，手腕上提。个碗的位置呢就是稍低于肩，而勾尖呢就是向下的，我们的臂是微屈的，左手屈踭，掌心斜向上，收在腹前。我们的目视右手，重心仍然在右边。咁而家一提喇，个勾嗰度係點樣做法嘅呢？个勾呢就係拇指同埋食指同埋中指并拢，虎口成圆形呢，屈腕放松，其他嘅手指呢就自然屈曲就得啦。OK， 咁一提喇，剛才我哋个转身执勾上提嗰陣时呢，我哋係同时发生㗎，咁所以呢我哋又要注意我哋嘅協調性啦。好，而家我哋个重心全部移去右腿，屈膝下樽，我哋嘅左脚提起，以脚跟内侧贴地向左前方铲出。我哋而家目视左前方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左脚尖落地踏实，左腿屈膝，重心左移。跟住咧，我哋嘅右腿咧屈膝，重心右移。左掌咧由腹前稍向右上托到去右肩前时咧，我哋就内旋，掌心向外翻，跟住咧重心再左移成左偏马步，左掌咧向左横拉，经胸前划弧去左侧方45度，而我哋嘅左腕咧就低于我哋嘅肩。掌指斜向上成立掌，而掌心呢就是斜向前的。我们目视左手，重心呢就在左边成这个三七马步，七分力在左边。好了，
提一提咯。剛才我哋左掌橫拉跟個右手執勾嘅時候咧，我哋咧兩隻手咧係成對拉嘅。好啦，咁我哋緊記咧，我哋係屈膝鬆胯啦，同埋個身咧要中正，同埋氣沉丹田。好，咁我哋而家咧就完成咗第五式嘅左單邊啦。好，咁我哋咧就学识咗第五式嘅左单边咯，咁事不宜迟啦，咁就继续学埋第六式咯。好，第六式咧就系搬难锤。咁我哋而家上身微左转，右勾变掌，外旋转腕。我哋嘅左手内旋，随身体向左微摆，跟住咧我哋嘅重心右移。上身右移，随住转体咧，两掌变拳，同时向下、向右外旋或弧。嗱，咁即系头先讲咧，就系好似一个 S 横放咗喺度，我哋由左或弧向右咁啦，摆至我哋嘅右胯旁，拳心斜相对，拳眼斜向后。目视两拳之间，我哋而家重心喺右边。好，而家我哋重心微左移，两腿屈膝半蹲，同时咧，我哋上身急速左转，随之左拳外旋翻转，右拳内旋，两拳咧就经胸前向左，以拳眼为力点。横击斗法，左拳拳心向上，在左前方45度，右拳的拳心呢就向下在腹前。我们目视左拳，现在重心在左边。好，我们现在身体重心微左移，上身左转，同时呢我们两拳向前，向左向下或弧。左拳咧内旋，右拳外旋，而家两拳翻转，摆至左胯旁，令到左拳拳心向下，右拳拳心向上。我哋拳眼向右，而家目视两拳之间，我哋嘅重心仍然喺左边。而家身体重心右移成右偏马步。同时呢，我哋上身急速右转，带动两拳横臂经胸前向右，而拳眼为力点激发抖出，左拳的拳心呢向下放在腹前，右拳的拳心向上在右前方45度。我哋目视右拳，而家重心在右边。好啦，提一提咯，我哋个重心移动同转身，同埋两臂横击发力嗰阵时候咧，我哋要同时一齐做两个动作，咁同埋要注意协调性啦。咁同埋咧，我哋左右出拳嗰阵时候，横抖嗰阵时候咧，记住个动作要连贯，要紧凑。同埋咧，我哋转身两拳横击抖发嘅时候咧，我哋个重心咧就切。忌上升，即是不要提起上身，不要升起来。还有呢，我们记住两腿要屈膝沉胯，还有重心是要平移过去的。那我们现在刚刚做完了第六式的搬难锤了。唔该晒刘教练咧，今日上到嚟教咗我哋第五式嘅左单边同埋第六式搬难锤噶，而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咯。听日嘅运动人生咧，我哋会有一个特别节目，就系当推手遇上痴手。推手就代表太极，而痴手咧就代表咏春。如果当呢两种中国武术碰头嘅时候，又会有啲咩火花呢？除此之外咧，听日我哋仲会有一代宗师叶问长子叶准嘅访问噶，大家记得唔好错过啦。咁我同刘教练咧就留待下个星期四再同大家一齐学太极啦，拜拜，拜拜各位听众。